大圣入楞伽经卷第五，乾隆大藏经，大圣五大部外重义经第173部，唐于田国三藏沙门什刹难陀奉至译，无常品第三之二。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愿为我说如来应证等觉自觉性，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耳得善巧，自悟悟他。佛言：大慧，如汝所问，当为汝说。大慧言：为世尊，如来应正等觉为作非作，为果为因，为相所相，为说所说，为觉所觉，如是等为义不义。佛言：大慧，如来应正等觉非作非非作，非果非因，非相非所相，非说非所说，非觉非所觉，何以故？具有过故。大慧，若如来是作，则是无常；若是无常，一切作法应是如来，我及诸佛皆不忍可。若非作法，则无体性，所修方便悉空无益，同于兔角食女之子，非作因成故。若非因非果，则非有非无；若非有非无，则超过四句。言四句者，但随世间而有言说；若超过四句，唯有言说，则如识女儿。大慧，识女儿者，唯有言说，不堕四句。以不堕故，不可度量。诸有智者应如是知，如来所有一切具义。大慧，如我所说，诸法无我，以诸法中无有我性故，说无我，非是无有诸法自性。如来具义，应知亦然。大慧，譬如牛无马性，马无牛性，非无自性，一切诸法亦复如是，无有自相，而非有即有，非诸凡愚之所能知。何故不知？以分别故。一切法空，一切法无生，一切法无自性，悉亦如是。大慧，如来与运非亦非不亦，若不亦者，应是无常。无运诸法是所作故，若义者，如牛二角有义不义，互相似故不义，长短别故有义。如牛右脚一左，左脚一右，长短不同，色相个别，然义不义。如余运余界处等一切法亦如是。大慧，如来者一解脱说，如来解脱非亦非不亦。若亦者，如来便与色相相应，色相相应即是无常。若不亦者，修行者见应无差别，然有差别，故非不亦。如是智与所知非亦非不亦，若非亦非不亦，则非常非无常，非作非所作，非为非无为，非觉非所觉，非想非所想，非运非意运，非说非所说，非依非意，非聚非不聚，以是义故超一切量，超一切量故唯有言说，唯有言说故则无有生，无有生故则无有灭，无有灭故则如虚空。大慧，虚空非作非所作，非作非所作故，远离攀缘，远离攀缘故，
出过一切诸细论法，出过一切诸细论法，即是如来。如来即是正等觉体，正等觉者永离一切诸根境界。尔时世尊重说颂言：出过诸根量，非果亦非因，相即所相等，如是悉皆离。运缘与正觉一意莫能见，既无有见者，云何起分别？非作非非作，非因非非因，非运非不运，亦不离于物，非有依法体，如彼分别见。亦复非是无，诸法性如是，待有故成无，待无故成有，无计不可取，有意不应说，不了我无我，但着于语言，比逆于二边，自坏坏世间。若能见此法，则离一切过，是名为正观，不毁大导师。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经中分别摄取不生不灭，言此即是如来一名。世尊，愿为我说不生不灭，此则无法，云何说是如来一名？如世尊说一切诸法不生不灭，当知此则堕有无间。世尊，若法不生则不可取，无有少法，谁是如来？唯愿世尊为我宣说。佛言：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大慧，我说如来非是无法，亦非摄取不生不灭，亦不待缘，亦非无意。我说无生，即是如来一生法身别异之名，一切外道声闻独觉七地菩萨不了其意。大慧，譬如地势地极虚空，乃至手足，随一一物各有多名，非以名多而有多体，亦非无体。大慧，我亦如是。于此娑婆世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，诸凡愚人虽闻虽说而不知是如来一名，其中或有知如来者，知无师者，知导师者，知圣导者，知普导者，知是佛者，知牛王者，知梵王者，知毗系者，知自在者，知是圣者，知迦毗罗者，知真实边者，知无尽者，知瑞相者，知如风者，知如火者，知俱毗罗者，知如月者，知如日者，知如王者，知如仙者，知续迦者，知因陀罗者，知明星者，知大力者，知如水者，知无灭者，知无生者，知性空者，知真如者，知始地者，知实性者，知实际者，知法界者，知涅槃者，知常住者，知平等者，知无二者，知无相者，知寂灭者，知具相者，知因缘者，知佛性者，知教导者，知解脱者，知道路者，知一切智者，知最胜者，知一成身者，如是等满足三阿僧祇百千名号，不增不减。于此及于诸世界中，有能知我，如水中月，不入不出，但诸凡愚心莫二边，不能解了，然以尊重诚挚供养，而不善解名字句意，执着言教，昧于真实，为无生无灭，是无体性，不知是佛差别名号，如因陀罗、世杰罗等，以信言教，昧于真实，于一切法如言取义。B
彼诸梵语作如是言，亦如言说，亦说无意。何以故？亦无体故。世人不了言因自性，未言即意，无别一体。大慧，彼人愚痴，不知言说是生是灭，亦不生灭。大慧，一切言说堕于文字，意则不堕，离有离无故，无生无体故。大慧，如来不说堕文字法，文字有无不可得故，唯除不堕于文字者。大慧，若人说法堕文字者，是虚狂说。何以故？诸法自性，离文字故。是故，大慧，我经中说，我与诸佛及诸菩萨不说一字，不答一字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离文字故，非不随意而分别说。大慧，若不说者，教法则断，教法断者，则无声闻缘觉菩萨诸佛。若总无者，谁说为谁？是故，大慧，菩萨摩诃萨应不着文字，随意说法。我及诸佛皆随众生烦恼解欲种种不同而为开眼，令知诸法自心所见，无外境界，舍二分别，转心一时，非为成立圣字正处。大慧，菩萨摩诃萨应随于意，莫依文字。依文字者，堕于恶见，执着自宗而起言说，不能善了一切法相、文辞、章句，既自损坏、易坏于他，不能令人心得误解。若能善知一切法相、文辞、句意，悉皆通达，则能令自身受无相乐，亦能令他安住大圣。若能令他安住大圣，则得一切诸佛声闻缘觉及诸菩萨之所摄受。若得诸佛声闻缘觉及诸菩萨之所摄受，则能摄受一切众生。若能摄受一切众生，则能摄受一切正法。若能摄受一切正法，则不断佛种。若不断佛种，则得圣妙处。大慧，菩萨摩诃萨生圣妙处，欲令众生安住大圣，以十自在力现众色相，随其所宜言真实法。真实法者，无异无别，不来不去，一切戏论悉皆熄灭。是故，大慧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不应如言执着于意。何以故？真实之法离文字故。大慧，譬如有人以指指物，小而观指，不观于物，愚痴凡夫亦复如是，随言说指而生执着，乃至尽命中不能舍文字之指取第一义。大慧，譬如婴儿婴时熟时，有人不解成熟方便，而时生者则发狂乱，不生不灭亦复如是，不方便修则为不善。是故宜应善修方便，莫随言说，如观指端。大慧，十意者微妙寂静，是涅盘音，言说者与妄想合，流转生死。大慧，十意者从多闻得，多闻者为善于意，非善言说。善意者不随一切外道恶见，身自不随，亦令他不随，是则名曰于意多闻。欲求意者应当亲近，与此相为着文字者，一速舍离。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成佛威力，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演说不生不灭，非为奇特，何以故？一切外道亦说作者不生不灭，世尊亦说虚空涅槃，
即非数灭，不生不灭。外道一说作者因缘生于世间，师尊一说无名爱业生诸世间，俱是因缘，但名别耳。外无因缘亦复如是，是故佛说与外道说无有差别。外道说言微尘圣妙自在众生主等，如是久物不生不灭。师尊一说一切诸法不生不灭，若有若无皆不可得。师尊，大种不坏以其自相不生不灭，周流诸取不舍自性。师尊，分别虽稍变异，一切无非外道已说，是故佛法同于外道，若有不同，愿佛慰言。有何所以佛说为圣？若无别异，外道即佛，以其一说不生灭故。世尊常说，一切世界中无有多佛，如相所说，是则应有。佛言：大慧，我之所说不生不灭，不同外道不生不灭，不生无常论。何以故？外道所说有实性相，不生不变，我不如是堕有无品。我所说法非有非无，离生离灭，云何非无？如幻梦色种种见故。云何非有？色相自性非是有故，见不见故，取不取故。是故我说一切诸法非有非无，若觉为是自心所见，住于自性，分别不生。世间所作悉皆永息，分别者是凡于事，非贤圣耳。大慧，妄心分别不识境界，如前踏蒲城换所作人。大慧，譬如小儿见前踏蒲城，即以换人伤骨入出，迷心分别言有实事，凡于所见生与不生，有为无为，悉亦如是，如幻人生，如幻人灭。幻人其实不生不灭，诸法一而离于生灭。大慧，凡夫虚妄其生灭见，非诸圣人言虚妄者，不如法性起颠倒见。颠倒见者，执法有性，不见寂灭，不见寂灭故，不能远离虚妄分别。是故大慧，无相见圣非是相见，相是声音，若无有相则无分别，不生不灭则是涅槃。大慧，言涅槃者，见如实处，舍离分别，心心所法，或与如来内证圣智，我说此事寂灭涅槃。尔时世尊重说颂言：唯除有生执，成立无生意，我说无因论，非于所能了。一切法无生，亦非是无法，如前程幻梦，虽有而无因，空无生无性，云何为我说？离诸合合缘，智慧不能见，以是故我说空无生无性，一一缘合合虽现而非有，分析无合合非如外道见。幻梦及垂发野马与前程无因而妄现，事事皆如是。折服有因论，身数无生止，无生亦若存，法眼恒不灭。我说无因论，外道嫌惊怖，云何何所因？复以何故生？于何处合合而作无因论？观察有为法，非因非无因，彼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。唯无故不生，唯待于众缘，唯有名无义，愿为我宣说。非无法不生，亦非以待缘，非有物而名，亦非名无义。
一切诸外道声闻及缘觉，七住非所行，此事无声相，远离诸因缘，无有能作者，唯心所建立，我说是无声。诸法非因生，非无亦非有，能所分别离，我说是无声。唯心无所见，亦离于二性，如是转所依，我说是无声。外物有非有，其心无所取，一切见贤断，此事无声相。空无性等句，其意皆如是。非以空故空，无声故说空，因缘共集会，是故有生灭。分散于因缘，生灭则无有。若离诸因缘，则更无有法。一性即异性，凡于所分别，有无不生法，俱非亦复然。唯除众缘会，于中见起灭。随俗假言说，因缘必勾索，若离因缘索，生亦不可得。我说为勾索，生无故不生。离诸外道过，非凡于所了。若离缘勾索，别有生法者，是则无因论破坏勾索意。如灯能照物，勾索现若然，此则离勾索别有于诸法。无生则无性，体相如虚空，离勾索求法，于夫所分别。复有于无生众圣所得法，彼生无生者，是则无生忍。一切诸世间，无非是勾索。若能如是解，此人心得定。无明与爱业，是则内勾索种子尼伦等，如是名为外。若言有他法，而从因缘生，离于勾索意，此则非教理。生法若非有，彼为谁因缘辗转而相生，此是因缘意。坚湿暖冻等，凡于所分别，但缘无有法，故说无自性。如医疗重病，其论无差别，以病不同故，方药种种书。我为诸众生灭除烦恼病，知其根胜劣，演说诸法门，非烦恼根意，而有种种法，唯有一大圣清凉八支道。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外道妄说无常。世尊亦言，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未知此说是邪是正，所言无常复有几种。佛言：大慧，外道说有七种无常，非是我法。何等为七？未有说时起即舍，是名无常。生已不生，无常性故。有说行处变坏，是名无常。有说色即无常，有说色之变异，是名无常。一切诸法相续不断，能令变异自然归灭。犹如乳酪前后变异，虽不可见，然在法中坏一切法。有说物无常，有说物无物无常，有说不生无常，便住一切诸法之中。其中物无物无常者，为能造所造，其相灭坏，大种自性，本来无起。不生无常者，为常与无常，有无等法。如是一切皆无有起，乃至分析至于微尘，亦无所见。以不起故，说明无生。此是不生无常相。若不了此，则堕外道，生无常意。有物无常者，位于非常，非无常处，
自生分别，其意云何？比利无常，自不灭坏，能坏诸法。若无无常，坏一切法，法中不灭，成于无有。如杖锤瓦石，能坏于物而自不坏，此亦如是。大慧，现见无常与一切法无有能作所作差别，云此是无常，此是所作。无差别故，能作所作应具是常，不见有因能令诸法成于无故。大慧，诸法坏灭实亦有因，但非凡愚之所能了。大慧，一因不应生于一果，若能生者，一切一法应并相生，彼法此法能生所生应无有别。现见有别，云何一因生于一果？大慧，若无常性是有法者，应同所作自是无常，自无常故，所无常法皆应是常。大慧，若无常性住诸法中，应同诸法堕于三世，与过去色同时已灭，未来不生，现在俱坏。一切外道即四大种体性不坏色者，即是大种差别、大种造色、离异不异故，其自性亦不坏灭。大慧，三有之中能造所造，莫不皆是生住灭相，岂更别有无常之性，能生于物而不灭耶？始造即舍无常者，非大种互造大种，以个别故；非自相造，以无异故；非复共造，以乖离故。当知非是始造无常，形状坏无常者，此非能造即所造坏，但形状坏。其意云何？为分析色乃至微尘，但灭形状、长短等见，不灭能造所造色体，此见堕在数论之中。色即是无常者，为此即是形状无常，非大种性。若大种性亦无常者，则无世事。无世事者，当知则堕卢伽耶见，以见一切法自相生，唯有言说故。转变无常者，为色体变非诸大种，譬如以金作庄严具，严具有变而金无改，此亦如是。大慧，如是等种种外道，须妄分别见无常性，比作是说火不能烧诸火自相，但各分散，若能烧者能造所造，则皆断灭。大慧，我说诸法非常无常，何以故？不取外法故，三界唯心故，不说诸相故，大种性处种种差别不生不灭故，非能造所造故，能取所取二种体性，一切皆从分别起故，如实而知二取性故，了达为是自心现故，离外有无二种见故，离有无见，则不分别能所造故。大慧，世间、出世间及出世间上上诸法，唯是自心，非常非无常，不能了达，堕于外道二边恶见。大慧，一切外道不能解了此三种法，依自分别而起言说着无常性。大慧，此三种法所有语言分别境界，非诸凡愚之所能知。尔时世尊重说颂言：始造即变舍，形状有转变，色物等无常，
外道妄分别，诸法无坏灭，诸大自性住，外道种种见，如是说无常。彼诸外道众皆说不生灭，诸大性自常，谁是无常法？能取即所取，一切唯是心。二种从心现，无有我我所。梵天等诸法，我说唯是心，若离于心者，一切不可得。现正品第四。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愿为我说一切声闻缘觉入灭次第相续相，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善知此已，于灭尽三昧乐心无所获，不堕二圣及诸外道错乱之中。佛言：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大慧，菩萨摩诃萨至于六地，即声闻缘觉入于灭定，七地菩萨念念恒入，离一切法自性相故，非诸二圣。二圣有作堕能所取，不得诸法无差别相，了善不善自相共相，入于灭定，是故不能念念恒入。大慧，八地菩萨声闻缘觉心意一时分别想念，使从初地乃至六地观察三界，一切唯是心意一时自分别起，离我我所，不见外法种种诸相，凡愚不知由无始来过恶熏习，于自心内变作能取所取之相而生执着。大慧，八地菩萨所得三昧同诸声闻缘觉涅槃，以诸佛力所加持故，于三昧门不入涅槃。若不持者，便不化度一切众生，不能满足如来之地，亦则断绝如来种性。是故诸佛未说如来不可思议诸大功德，令其究竟不入涅槃，声闻缘觉着三昧乐，是故于中生涅槃想。大慧，七地菩萨善能观察心意一时，我我所执，生法无我，若生若灭自相共相，似无碍变，善巧决定，于三昧门而得自在，见入诸地具菩萨分法。大慧，我恐诸菩萨不善了知自相共相，不知诸地相续次第，堕于外道诸恶见中，故如是说。大慧，彼时无有若生若灭诸地次第三界往来，一切皆是自心所见，而诸凡愚不能了知，以不知故，我及诸佛为如是说。大慧，声闻缘觉至于菩萨第八地中，为三昧乐之所昏醉，未能善了唯心所见，自共相习缠缚其心，着二无我生涅槃觉，非寂灭慧。大慧，诸菩萨摩诃萨见于寂灭三昧乐门，即便意念本愿大悲，具足修行时无尽具，是故不及入于涅槃。已入涅槃不生果故，离能所取故，了达唯心故，于一切法无分别故，不堕心意即以意识，外法性相执着中故，然非不起佛法正因，随智慧行如是起故，得于如来自证地故。大慧，
如人梦中方便渡河，未渡便觉，觉以思维相知所见，为是真实，为是虚妄。复自念言，非实非妄，如是但是见闻觉知，曾所更是分别习气，离有无念，亦是梦中之所现耳。大会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始从初地而知七地，乃至增进入于第八，得无分别，见一切法皆如幻等，离能索取，见心心所广大利用，勤修佛法，未证令证，离心意一时妄分别想，或无生忍，此是菩萨所得涅槃，非灭坏也。大会，第一义中无有次第，亦无相续，远离一切境界分别，此则名为寂灭之法。尔时世尊重说颂言，诸住及佛地，唯心无影像，此事去来今诸佛之所说。七地是有心，八地无影像，此二地名住，余则我所得。自证及清净，此则是我地。摩西最胜处，色究竟庄严，譬如大火炬，光焰炽燃发，化现于三有，悦意而清凉，或有现变化，或有先实化。于彼说诸圣，皆是如来地。十地则为初，初则为八地，第九则为七，第七复为八，第二为第三，第四为第五，第三为第六，无相有何次？如来常无常品第五。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应证等觉为常为无常。佛言：大会，如来应证等觉非常非无常，何以故？具有过故，云何有过？大会，若如来常者，有能作过，一切外道说能作常；若无常者，有所作过，同于诸蕴为相所相，毕竟断灭而成无有。然佛如来实非断灭。大会，一切所作如平一等，皆是无常。是则如来有无常过，所修福智悉空无异，有诸作法应是如来无异因故，是故如来非常非无常。复次，大会，如来非常，若是常者，应如虚空不带因成。大会，譬如虚空非常非无常，何以故？离常无常，若一若异，具不具等诸过失故。复次，大会，如来非常，若是常者，则是不生，同于兔马鱼蛇等脚。复次，大会，以别异故，亦得言常。何以故？为以现智正常法故。正智是常，如来亦常。大会，诸佛如来所证法性、法住、法位，如来出世若不出世，常住不异，在于一切二圣外道所得法中，非是空无，然非凡愚之所能知。大会，夫如来者，以清净慧内证法性而得其名，非以心意一时蕴界触法妄习得名。一切三界皆从虚妄分别而生，如来不从妄分别生。大会，若有余二，有常无常，如来无二，证一切法无生相故，是故非常
亦非无常。大会乃至少有言说分别生，即有常无常过，是故应除二分别觉，勿令少在。尔时世尊重说颂言：远离常无常，而现常无常，恒如是观佛，不生于恶见。若常无常者，所及皆无异，未除分别觉，不说常无常，乃至有所立，一切皆错乱。若见为自心，是则无为证。刹那品第六。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为我说蕴界处生灭之相，若无有我，谁生谁灭，而诸凡夫依于生灭，不求尽苦，不证涅槃。佛言：大会，谛听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大会：如来藏是善不善因，能变星造一切去生，譬如继而变现诸去，离我所，以不觉故，三缘和合而有果生，外道不知，执为作者，无始虚伪恶习所熏，名为藏识。生于七识无名住地，譬如大海而有波浪，其体相续恒住不断，本性清净，离无常过，离于我论。其余七识意意识等念念生灭，妄想为因，镜像为缘，和合而生，不了色等自心所现，记着名相，其苦乐受。名相缠缚，即从贪生复生于贪，若因即所缘，诸取根灭，不相续生，自会分别苦乐受者，获得灭定，获得四禅，或复善入诸地解脱，便妄生于得解脱相，尔时未舍未转如来藏中藏识之名。若无藏识，七识则灭。何以故？因彼即所缘而得生故。然非一切外道二圣诸修行者所知境界，以彼为了人无我性，于蕴界处取于自相及共相故。若见如来藏无法自性，诸法无我，随地次地而见转灭，不为外道恶见所动，住不动地得于十种三昧乐门，为三昧力诸佛所持观察不思议佛法及本愿力，不住实际及三昧乐或自证智，不与二圣诸外道共，得实圣种性道及一生至身，离于诸行。是故大会，菩萨摩诃萨欲得圣法，应敬如来藏藏识之名。大会，若无如来藏名藏识者，则无生命。然诸凡夫即以圣人悉有生命，是故一切诸修行者，虽见内境住现法乐，而不舍于勇猛精进。大会，此如来藏藏识本性清净，客尘所染而为不净，一切二圣及诸外道亦夺起见，不能现证。如来于此分明现见，如观掌中安摩乐果。大会，我为圣蛮夫人及于深妙净智菩萨说如来藏名藏识，于七识聚起，令诸声闻见法无我。大会，为圣蛮夫人说佛境界，非是外道二圣境界。大会，此如来藏藏识是佛境界，与汝等彼净智菩萨随顺意者所行之处，
非是一切执着文字外道二圣之所行处。是故如及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来藏藏时，当勤观察，莫但闻已，便生足想。尔时世尊重说颂言：甚深如来藏，而与七十句执着二种生，了之则远离。无始习所熏，如相现于心。若能如实观，镜像悉无永。如于见指月，观指不观月。既着文字者，不见我真实。心如弓箭儿，亦如合计者，五十为伴侣，妄想观计众。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愿为我说无法自性诸实无我差别之相。我及诸菩萨摩诃萨善知此矣，见修诸地，居诸佛法，至于如来自证之位。佛言：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大慧，无法自性诸实无我，所谓名相分别正智如如，若修行者观察此法，入于如来自证境界，远离常断，有无等见，得现法乐甚深三昧。大慧，凡于不了无法自性诸实无我，于心所现，见有外物而起分别，非诸圣人。大慧白言：云何不了而起分别？佛言：大慧，凡愚不知名是假立，心随顺动，见种种相，即我所染着于色，腹胀盛滞，其贪嗔痴，造作诸业如残作茧，妄想自缠堕于诸趣生死大海，如急水轮循环不绝。不知诸法如幻如焰，如水中月，自心所见妄分别起，离能所取即生住灭，未从自在时节微尘圣性耳生，随名相流。大慧，此中相者，为眼识所见明知为色，而鼻舌身意识得者，明知为声香味触法，如是等我说为相。分别者，施设众名，显示诸相，为以相马车步男女等名而显其相，此事如是决定不易，是名分别。正智者，为观名相，互为其客，实心不起，不断不长，不堕外道二圣之地，是名正智。大慧，菩萨摩诃萨以其正智观察名相，非有非无，远离损益二边恶见。名相即时本来不起，我说此法名为如如。大慧，菩萨摩诃萨住如如已，得无照现境，生欢喜地，离外道恶趣，入出世法，法相纯熟，知一切法犹如幻等，正自圣智所行之法，离一夺见，如是次第乃至法云，至法云以三昧诸力自在神通开敷满足，成于如来，成如来以为众生故，如水中月普现其身，随其欲要而为说法，其身清净离心一时，披红饰甲，具足成满，实无尽愿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入于如如之所获得。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为三性入无法中，为各有自相？佛言：大慧，三性八识即二无我，悉入无法，其中名即相是妄计性，以一彼分别心心所法俱实而起，
如日与光是缘起性，正智如如不可坏故是缘成性。大会于自心所现生执着时，有八种分别起，此差别相皆是不实，为妄计性。若能舍离二种我执、二无我智，即得生长。大会，声闻缘觉菩萨如来自证圣智，诸地位次，一切佛法悉皆摄入此无法中。复次，大会，无法者，所谓相名分别如如正智，此中相者，为所见色等形状个别，是名为相。依彼诸相立平等名，此如是，此不异，是名为名。施设众名，显示诸相心心所法，是名分别。彼名彼相毕竟无有，但是妄心辗转分别，如是观察乃至觉灭，是名如如。大会，真实决定究竟根本自性可得，是如如相。我及诸佛随顺正入，如其实相开示演说，若能于此随顺误解，离断离常，不生分别，入自正处，出于外道，二圣境界，是名正智。大会，此五种法，三性八识，即二无我，一切佛法普皆摄尽。大会，于此法中，汝应以自智善巧通达，以劝他人令其通达，通达此以心则决定，不随他转。尔时世尊重说颂言：无法三自性，即于八种时，二种无我法普摄于大圣，名相即分别，二种自性摄正智与如如，是则缘成相。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经中说，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如恒河沙，此当云何？为如言而受，为别有意。佛告大会：勿如言受。大会，三世诸佛非如恒沙，何以故？如来最胜超诸世间，无与等者，非欲所及，唯以少分为其欲耳。我以凡于诸外道等，心恒执着常与无常，恶见增长，生死轮回，令其厌离，发圣希望，言佛亦成，亦可逢之。若言难遇，如幽昙花，彼便退怯，不勤精进。是故我说如恒河沙。我复有时观受化者，说佛难执，如幽昙花。大会，幽昙波花无有曾见、现见、当见，如来则有已现、当见。大会，如是譬喻，非说自法。自法者，内证圣智，所行境界。世间无等，过诸譬喻，一切凡愚不能信受。大会，真是如来超心意一时所见之相，不可于中而立譬喻，然亦有时而为见立，言恒沙等无有相违。大会，譬如恒沙归于相马之所践踏，不生分别，恒静无垢，如来圣智如彼恒河，力通自在，以为其沙，外道归于境来扰乱，而佛不起一念分别。何以故？如来本愿以三昧乐普安众生，如恒河沙无有爱憎，无分别故。大会，譬如恒沙是地自性，竭尽烧时烧一切地，而彼地大不舍本性，恒于火大俱时生故，诸凡于人为地被烧而时不烧，火所因故，如来法身亦复如是，如恒河沙终不坏灭。大会，
譬如恒沙无有限量，如来光明亦复如是，为欲成就无量众生，普照一切诸佛大会。大会，譬如恒沙住沙自性，不更改变而作余物，如来一耳于世间中不生不灭，诸有声音悉已断故。大会，譬如恒沙取不知减，头不见增，诸佛一耳以方便至成熟众生无减无增，何以故？如来法身无有身故。大会，已有身故而有灭坏，法身无身故无灭坏。大会，譬如恒沙虽苦压制，欲求酥油终不可得，如来一耳虽为众生众苦所压，乃至蠢动未尽涅槃，欲令舍离于法界中身心愿乐，亦不可得，何以故？具足成就大悲心故。大会，譬如恒沙随水而流，非无水也，如来一耳所有说法莫不随顺涅槃之流，以是说言诸佛如来如恒河沙。大会，如来说法不随于去，去是坏意，生死本际不可得知，既不可知，云何说去？大会，去意是断，凡愚莫知。大会菩萨复白佛言，若生死本际不可知者，云何众生在生死中而得解脱？佛言：大会，无始虚伪过习因灭，了知外境自心所现，分别转依，名为解脱，非灭坏也。是故不得言无边际。大会，无边际者，但是分别异名。大会，离分别心，无别众生，以致观察内外诸法，知与所知，悉皆寂灭。大会，一切诸法为是自心分别所见，不了之故，分别心起，了心则灭。尔时世尊重说颂言：观察诸导师，譬如恒河沙，非坏亦非去，是人能见佛。譬如恒河沙，悉离一切过，而恒随顺流，佛体亦如是。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愿为我说一切诸法刹那坏相，何等诸法名有刹那？佛言：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大会，一切法者，所谓善法不善法，有为法无为法，世间法出世间法，有漏法无漏法，有受法无受法。大会，举要言之，无取运法以心意意识习气为因而得增长，凡于于此而生分别，为善不善。圣人现证三昧乐住，是则名为善无漏法。复次，大会，善不善者，所谓八识，何等为八？为如来藏名藏识，一即一识，并五识身。大会，彼五识身与一识俱，善不善相辗转差别，相续不断，无一体生，生已即灭，不了于境自心所现。次第灭时，别时升起，一时与彼五时共聚，取于种种差别形象，刹那不住。我说此等名刹那法。大会，如来藏名藏识，所与一等诸习气聚，是刹那法。无漏习气非刹那法，此非凡于刹那论者之所能知。
彼不能知一切诸法有是刹那非刹那故，彼即无为，同诸法坏，堕于断见。大慧，无实身非流转，不受苦乐非涅槃因，如来藏受苦乐与因具，有生命，四种习气之所迷覆，而诸凡愚分别熏心，不能了知其刹那见。大慧，如今金刚佛之舍利是其特性终不损坏，若得正法有刹那者，胜应非胜，而彼圣人未曾非胜。如今金刚虽经劫住，称量不解，云何凡愚不解于我秘密之说，于一切法作刹那想。大慧菩萨复白佛言，世尊常说六波罗蜜若得满足便成正觉，何者为六？云何满足？佛言，大慧，波罗蜜者差别有三，所谓世间、出世间、出世间上上。大慧，世间波罗蜜者为诸凡愚着我我所，直取二边求诸有身贪色等境，如是修行谈波罗蜜，持戒忍辱精进禅定，成就神通，生于梵世。大慧，出世间波罗蜜者为声闻缘觉执着涅槃，希求自乐，如是修习诸波罗蜜。大慧，出世间上上波罗蜜者为菩萨摩诃萨于自心二法了知为是分别所现，不起妄想，不生执着，不取色相，唯于利乐一切众生而常修行谈波罗蜜，于诸境界不起分别，是则修行施波罗蜜。即于不起分别之时，忍知能取所取自性，是则名为忏提波罗蜜。初中后业勤修匪戒，随顺时节，不生分别，是则名为毗梨耶波罗蜜。不生分别，不起外道涅槃之见，是则名为禅那波罗蜜。以至观察心无分别，不堕二边，转境所依而不坏灭，或于圣智内证境界，是则名为般若波罗蜜。尔时世尊重说颂言，于分别有为空无常刹那，分别刹那意如何登种子，一切法不生，寂静无所作，诸事性皆离，是我刹那意。生无见即灭，不为凡愚说，无见相续法，诸去分别起，无明为其因，心则从彼生，未能了色来，中间何所住？无见相续灭，而有别心起，不住于色时，何所缘而生？若缘彼心起，其因则虚妄，因妄体不成，云何刹那灭？修行者正受金刚佛舍利，即以光阴功世间不坏事，如来圆满智及比丘正德，诸法性常住，云何见刹那？前程幻等色，何故非刹那？大种无实性，云何说能造？大圣入楞伽经卷第五。